是好人，别是个坏人，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。你都接后面两个字，对对对，这个点怪怪的。放任，所以犯了，这点痛我还能忍。就这样子吗？然后直接要转到新歌，新歌转到陈慧娟的主打歌。那我要改一下歌词。好来，好好好，不做坏人，不做坏人很久了。哎，真的蛮适合你唱的。他不做坏人很久了，原谅他狠狠的把你忘掉，回忆有多美好都烧掉，都烧掉，对爱最好，怕我舍不得又把你拥抱。你不做坏人很久了，所以你是好人，也是，但我是个坏人。Oh yeah, oh baby, come on, come on. 哇塞！音乐创作人玩音乐，建音乐的感觉吗？就是很 freestyle， 对 对啊，完全一切就是随性的，对了，这比较即兴啊。OK， 比较即兴啊。而且你刚刚唱拥抱这个字，你为什么突然有点害羞啊？对，因为对他说就有点那个。你还后面 Oh baby, Oh baby, Oh baby， 那我想看一下你们两个人可以拥抱一下吗？对我有一些害羞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拥抱吗？我们要拥抱。拥抱，因为。我也觉得这个谢谢，要谢谢阿兵特地来帮你站台，好不好？兄弟式的妈吉拥抱啦，来拥抱一下啦！拥抱我们要怎么抱？要怎么样？怎么抱？哎呦啦！哦，那我尺度好大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如果抱得起你，不要扛起来吗？坏人不行，就给人家抱的。坏人要帅的，对。OK OK， 要帅的抱。那你抱我。有点重。欸，他不是要锁吻，他要锁抱，要抱抱了。好啦，来，好兄弟的抱抱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对 ，OK， 谢谢坏人方炯斌来到陈威权的场子，来呢为他这个全新的主打歌《不做坏人很久了》好好的来加油一下。我们舞台上的这个再一次谢谢阿兵。